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清谈国学歌风雅的主持人陈佳。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中华文化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周易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是说天的四季轮转，日往月来，永不改易。君子如天，总使颠沛流离，也刚健不屈，坚持到底。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，是说地能承载高山大河，飞禽动植。君子如地，敦厚其德，无所不容。个人如此，国家民族亦然。白云观，唐朝时称天长观，元太祖成吉思汗改名为长春宫，由丘处机主持。丘处机是金朝人，是道教全真龙门派的创始人。金朝末年，丘处机谢绝了金主与宋帝的邀请，却答应了成吉思汗，以72岁高龄西行万里至今日阿富汗境内的大雪山，觐见成吉思汗，目的就是劝止杀戮。元史记载，丘处机美言：“欲依天下者，必在乎不是杀人。”成吉思汗加纳其言，并赐号神仙大宗师。其后蒙元攻打中原及南宋，减少了屠杀，千千万万的百姓免遭屠戮。对于丘处机这一无上功德，乾隆皇帝曾经写了一副对联：万古长生，不用参侠求秘诀，一言止杀，使之济世有奇功。丘处机的品行与事迹，体现了厚德载物之中华精神。这里是雄伟的北京紫禁城，是明清两代的皇宫。这里见证了明清时代的强大与衰微。例如明初郑和七下西洋，而有30多国来朝贡，清初有康、雍、乾长达120年的盛世。然而1840年，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，强迫清政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《南京条约》，割占香港岛，这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，中华民族由此开始了一段前仆后继、抵抗外敌侵略、自强自立的战斗历史。千块还舍得，借此保我变疆情，兵马呼叫城内外，但到今日多孤清。千秋功过谁论定，万疆之内何苦名，忧愤早随日月，具备依旧抱不领。历史要他亲身保证中国万
世必须轻胜，爱与强敌每战必胜，枪声枪声一个战兵，成双换上千载火拼，中国离别小享安定，旧日成双个个好汉，当中几多我胜。千秋功过谁论定，万疆之内何苦名，忧烦早已随日月，举杯依旧抱不领，历史要他亲身保证，中国万世必须兴盛，爱与强敌每战必胜，枪声枪声一个战兵，成双换上千载火拼，中国离别小享安定，旧日成双个个好汉，当中几多我胜，万世必须兴盛，爱与强敌每战必胜，枪声枪声一个战兵，成双换上千载火拼，中国离别小享安定，旧日成双个个好汉，当中几多我胜。1860年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，火烧皇家园林圆明园，掠夺文物粗略统计约150万件。1900年8月14日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，慈禧太后带领光绪皇帝仓皇出逃。八国联军随后开进紫禁城，大量历史文物惨遭毁坏和掠夺。同年，清政府被迫签署了辛丑条约，中国有被瓜分之虞，中华大地已被列强划定势力范围。清末以来，外敌入侵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种种苦难，而我中华民族先有自强运动，既有百日维新，虽然都以失败告终，但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使国人不畏列强，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最终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。泰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，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救其身。中华民族厚德载物的精神，在当今又吸纳了许多西方文化的内容，使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里再度焕发光芒。今天
战争的年代已经过去，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华儿女终于迎来了和平年代的安定生活。我们将延续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，建设中华大好河山。风马也听到大地在震动。